主料，蚕豆瓣100克，番茄50克，鸡蛋2只，辅料，油、盐、芝麻油、醋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。准备好材料，锅中倒油，放入蚕豆瓣，大火翻炒，倒入番茄翻炒均匀，放入适量水，没过番茄即可，放2勺盐，大火烧开，倒入打散的蛋液，大火烧开，看蛋液凝固成蛋花即可，倒入一勺芝麻油增香，放少许醋，烹饪技巧，最后放醋依个人口味，自己喜欢喝酸一些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